找不到我摩托车。你摩托车本来停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完全不知道。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。完全没有印象。我已经走半个小时找摩托车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北区。北区。啊、所以你记得你怎么骑过来的吗？我是从那边。所以你骑大智路。对。在这周遭吗？对啊，就在这周遭。可是我已经走半个小时，因为好尿好急，我不知道去哪上厕所。还是你要不要先去上厕所？新时代里面有厕所。你找到了，找到了是不是？在哪里？新闻网 App 上线喽，24小时不间断提供多元新闻资讯。YouTube 中天影音全搬过来，新闻即时推播不漏接，影音随你订阅，上架即时通知，个人化收藏，一键注册好简单，网币任务拿好康，字体大小任你选 ，AI 语音说新闻给你听，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